去学校，你等一下。不然你先捡到那个窟窿里面，等下球都把它摸收起来，他们丢出来了。等下球都丢完以后就不能玩了。好啊。只要球跑出来以后就不能玩，那我们继续这个教室。擦完放在那个，对，等下球再放。对，不要再给他们了。好啊。尽量丢哈，等下没有球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哈。那我不要。就没得玩了哈。哦，又两颗出来了，又两颗出来了哈！恭喜我们迈向这个结束营业的那个，不要出来捡，不要出来捡哦，你夹住呀！不要不要不要哈！该丢出来的自己负责哈，没关系哈。我一直跟你讲了，虽然你听不懂，可是也没办法。请你要好好珍惜，钱会不会被弟弟丢光了哈？有没有看到那边收起来？有没有看到袋子在收起来了？因为有人乱丢，乱丢，然后下面都是，嗯，那球球。然后全部擦一擦，明天不能玩球啊。好 ，OK。妈妈夹死了。很多。吼吼吼吼吼吼！我觉得范爷好像是游乐场老板，吼吼。哎，要不要兼职做一下游乐场老板？哇！嘿嘿嘿嘿嘿嘿！哇！吼吼吼吼！脚不要这样子跪，你们两个。好，又掉一颗出来了啊！哦，好多，你看，掉整个都是，你看。好好珍惜这些球球，没有球球就不能玩的。哦，又掉一颗出来了。现在游戏时间开始，限时20分钟后结束。我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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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